老公啊，我哋之前嗰份投资相连寿险计划，有人寿保障之余，又可以同时投资，真系好啦。系啊，而且呢个计划仲有冷静期添。吓，乜嘢系冷静期啊？我哋可以喺冷静期期间睇清楚份保单系咪真系啱自己先，如果唔啱，可以取消份保单。投资相连寿险计划一般是只有冷静期的，等保单持有人可以考虑清楚所买的保单是否适合自己。而在冷静期里面，客户是可以取消保单的。这个冷静期的计算方法就是以保单交付或者通知书发出后起的21日以较先者为准的。